后机的。臭！欸、我们现在被升级了，感受得到这种感觉吗？录音，这种感觉是跟这差很多啊。升级了，你总是很开心，超爽的。我们原本是坐商务舱，然后会比较快，然后有人护照掉，然后我跟英雄一直在想，他到底是脑充跑出去呢，还是到底什么原因被扣留，还是被拘留，还是带了违禁？超担心你的，我超怕你们会觉得我是就是被抓的人。而且里面在广播说什么加强取缔什么，对啊，我在想说你这个包是不是？可是你到底做什么事？那有点不是这种。我在结账完的时候发现这里可以换外币耶，好酷哦，好方便哦。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加班的，可以让我来了。有个，你记得。部下の手柄は上司のもの。上司の失敗は部下の責任。福冈巨蛋拥有许多软体硬的商品，那你们觉得我穿不穿得下球衣呢？我又穿不下了。不是有。